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无量寿经解》第623面第五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啊，第五行从根本者啊，从这看起。根本者，本体，一切法之根本自体，这是哲学上的名词啊，跟佛法上讲的本体是一个意思啊，万法之本啊，也就是万法了都是从它而生啊，整个宇宙啊，大日经曰：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前面我们学到此地啊，身是有形有相，都称之为身啊。天地万物，小一粒尘沙啊，它有形体，也称之为身啊。树木花草啊，也都称之为身啊。所以无量身就是无量万物啊，同一个本体，同一个自性，此证明根本之意啊，这个名词的意思义理。又本者本心，即本源之自性，又本性，乃固有之性德。这个几句话了非常重要啊，讲到一切万法的本体，确实只有大乘佛法讲得清楚，讲得圆满啊。科学跟哲学对本体到现在的都没有定论啊，有很多种说法，不能够令人心服口服啊，都是自己在猜想啊，给他假设一个名词啊，解释不够透彻啊，这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因为你要没有见到，你决定讲不清楚啊。那么在佛法过去，这些大德们真正功夫达到明心见性，他就见到了啊。佛法叫见性啊，就是本性，就是见到了本体，对这桩事情才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像《望经还原观》里面，唐朝初年，贤首国师啊，华严宗第三代啊，贤首国师他在还原观一开端就显示出自性清净圆明体
啊，第一段就是说这个本体说出来了，从本体就产生现象，就是起二用，这两种作用就是依报跟正报。啊，正报是自己，依报是我们生活环境，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也是依报，不是正报。啊，诸佛菩萨是我的依报，正报啊，决定是自己。啊，每一个人自称那就是正报，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正报不是讲啊有情众生，有情众生太多了。啊，所以依正庄严呢，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我跟宇宙同时发生的。啊，这《华严纲常》讲得清楚啊。啊，有我就有宇宙，有宇宙就是我，就有我。怎么发生呢？迷了才发生的。觉了的时候，无我也没有宇宙。啊，这个相是幻象，它不是真的。啊，为什么是幻象？它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不是真的。啊，真的只有本体，本体不生不灭，那是真的。啊，由生灭，它就有染净，就有善恶。啊，那个发展就是三种周遍里面第二个所讲的。畜生无尽啊，那在我们今天来说，无尽的烦恼，无尽的习气，啊，无尽的业，这造作的业。无量无边，果报也无量无边，这就出生无尽啊！我们起个心，动个念，啊，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其实都有果报。啊，起个善心，就有善的果报；起个恶念，就有恶的果报。啊，没有善恶叫无记性，无记性也有果报，无记性的果报是无明。这个佛法烦恼讲愚痴，啊，或者我们说一个不太好听的话叫白痴，无记果报，没有善恶。啊，他没有智慧呀，他跟佛菩萨不一样啊。佛菩萨无知，无所不知，他是真的无知啊，他什么都不知道啊，叫无明。啊，我们六道里头，四禅天里头有一层天叫。外道天，无想天，那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他什么也不知道。啊，无想天就是修无想定，啊，所得的果报。啊，什么都不想，染净善恶统统不想。啊，我们有没有这个时候？有，不能说没有。有，换一句话说，与无想天
就有感应了。那我们哪个念头强，哪一个果就先报。所以谁先谁后呢？不一定。什么时候决定？临命终时。临命终时，善念强，善道去了；恶念强，恶道去了。净念强呢，就净，就这个四圣法界去了。念佛的人，临命终时，如果念佛的这个念头强，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念了一生佛，到最后一念，如果是贪嗔痴，他还是堕三恶道。这就是灌顶法师所说的，念佛人有100种不同的果报。在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苏超幕后的一页，这念佛100种果报，他说的很有道理。第一种是地狱，最后的一种，第100种上品上生。谁决定？没有人决定，自己决定。一切唯心造，一切法从心想生，这都佛常讲的。中国古人讲的这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非常非常有道理。我们看这个经典上所讲的，特别是三种周边，起心动念，第一个周边法界，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能量？因为它是心的。物质现象是波动形成的，波动的频率不一样，频率慢的变成固体的物质现象，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阿赖耶里面讲的境界相。频率慢的，频率快的变成液体，再快的变成气体，更快一点就变成波，电磁波。这个电磁波，自性里的电磁波，不是物理上的电磁波，物理上的电磁波速度很慢，自信的电磁波一动就周边法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是意识的波动。物质呢？物质当然波动，它要没有波动的话，这物质不存在了，就没有了。只有波动它才存在。周边法界谁不知道啊？我们这个身体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这两种波动都是周边法界。念念周边法界，这个念念呢，诸位要知道，是弥勒菩萨所讲的那个一弹指32亿8000年，是讲这个念头。
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啊，如果我们弹指一秒钟能够弹五次，那就一秒钟就有1600兆次的频率，这么高的频率啊，每一个频率都周边法界，我们自己是个发射台啊，没有间断过。如果间断就好了，间断就成佛了。没间断过啊，身体死了，那个物质的波动没有了，念头的波动有。他这个念头又会去找个身体，那这么叫投胎啊，他又去找个身体。啊，这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啊，同时我们身体也是个接收器，遍法界虚空界所有的现象，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它们波动周边法界，我们能不能收到？当然能收到。啊，收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机器不灵了，有故障，虽收到啊，没有感应。不是收不到，真收到了。什么时候这个故障去掉了，我们的感应恢复了，烦恼习气放下了，它就灵光了。哎，你放一点，它就起一点作用，这就是现在所讲的通灵，就这么回事情。啊，它为什么看到我们看不见？听到我们听不见的，接到我们没办法接到的信息，他能接到，其实都一样。啊，他在某一方面比我们放得多，没有分别之处。哎，所以他就能收到。啊，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叫我们自己遇到的。有很多灵媒来找我，透一些消息给我。啊，有些附体现象的，啊，附体现象不是他说的话，我就问附体：你们来找我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找别人？哎，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你相信啊，这就是我相信。这个障碍没有，他就来找我。不相信的，你们是鬼话，他就不会找你。啊，他信息送不送？送给你，一样的送给你，但是你没有反应。从这一点点这个迹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你某一部分障碍没有，那一部分它就先通啊，或是眼见，这叫天眼啊，见不到你听得到，叫天耳，那听不到你感觉到，感觉并没有错误啊，实在讲都是我们六根的本能啊。啊，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这种能力就是眼见耳听都是遍法界虚空界。那不是吵的声，不是的，它有频道，你想听就听到，你不想听就听不到。啊，这个
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人都有这个能力。啊，他们见，见诸佛如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这一动念都想见，都见到。啊，听佛讲经说法，想听都听到。啊，这并不稀奇。佛讲啊，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是属于得相的一部分。啊，宇宙之大了，所以说无奇不有啊。啊，我们慢慢放。我们没办法像释迦像六祖啊，在一念之下的时候他全放下了，所以他证得的是圆满的啊，没有这种能力慢慢放，你放得快就证得快，你放得慢就证得慢啊。我们从这个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当中啊，过去这些修行大德有成就的啊，典籍上有记载的，我们能看到有人2-3年就放下了，有人5-6年，有人7-8年，有人10-20年啊，还有30多年啊，慢慢放，真放下了，他所契入的境界是相同的，啊，跟释迦佛相同，跟六祖相同，啊，没有契入不同，契入之后完全相同，啊，这是佛法说是根由立顿不相同啊。啊，利跟人快，顿跟人慢，啊，根为什么会有利顿呢？烦恼习气轻重不相同，烦恼轻的根就利，烦恼重的就很比较顿，迟钝一点。啊，还都是自己啊。啊，我们要怎样训练？我们现在根很顿。训练没有别的，就是经教。那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慈悲到基础啊，他来调我们的根性呢，啊，让我们慢慢去悟啊，啊，天天听经，听个10年8年，哎，他就懂很多。啊，这个懂什么？懂叫看破，这看破很多。啊，看破之后要真正起作用，就放下，就是你把你所懂得的全落实在生活。啊，落实在日常工作、待人接物，你全用上了。有小悟而大悟，有大悟而大彻大悟。慢慢来，不着急。啊，大彻大悟那个境界跟人家那个顿悟没两样。所以佛法确确实实给你讲的是平等法，清净平等觉。佛法里头没有高下了。啊，设法界平等，众生跟佛平等。啊，生佛不二，生佛一体，一个本体嘛，啊，一个根本，一个心得，啊，底下这个有根本，
之有字，至关切要。这一句话是黄念老的。这一句话至关切要在哪里呢？他恢复了我们的信心。恢复什么信心？恢复我们这一生成佛的信心。我有根本，我有本性，我有佛性，怎么不能做佛呢？我本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样样不缺。而且这些相好无量无边无数无尽，这什么缘故？自心里什么没有，为什么会产生现象，会这么多？我初遇到的是想不通啊。想了很久啊，以后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你看就那么几片，你去转，你天天去转，找不到一个相同的图案，那这不就出生无尽吗？从这个地方显示出出生无尽。让我们不再怀疑了，那我们自信就是个万花筒。里面就这几张画片。空不讲，要空它里面有东西嘛，我们单讲有。有什么东西呢？前面我们所说的有仁义礼智信，这是好的。那不好的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这都混杂着呢。你这就自己在这转了，转出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境界。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为识所变的，识变的，性里头没有啊。性能生能现是自然的，识在转变的时候不自然了，觉悟了，不自然也都回归到自然了，好。妙极了，迷了的时候把自然就变成不自然的，扭曲了，所以这有根本，那个有字我们要承认，底下举例，如狂人之有本头，决定是有，不从外头。这楞严经上的故事。我们遇到过这个事情。匆促的时候，突然迷了，没有原因，也没有时间。你说几十米的，没时间，就那一念。人家给我们一些点醒了。才知道
也是迷惑，头有没丢？没丢啊！我常常举这个说，我用谨记记惑啊，这个大家都有经验的，可能自己犯过，那自己没有过这个经验，看到别的人，你会看到。啊，清寂的时候，帽子戴在头上，到处找帽子，啊，急得不得了。啊，本来是有啊，啊，所以这里讲决定是有啊，不从外得。啊，自信本来是有，自信里面智慧本来是有。自信的德能本来是有，啊，德能最明显的就是神通。啊，真有，不是假的。啊，有这些人，思想都比较单纯。啊，欲望比较少，这肯定。啊，思想一复杂乱掉了，欲望太多了，他这个能力就丧失掉了，就没有了。啊，早年我在美国遇到过，都很年轻，20出头。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穿的几层衣服，冬天穿的厚厚衣服，你的五脏六腑他看得清楚。啊，我们很多同修来做实验，啊，你看看我身体怎么样？啊，有一个同修过去得过肺结核，他指出来以前得过肺病，没关系，现在钙化了，还留个疤在那个地方，给他指出来，他非常惊讶，说出来他自己知道。但是从来没有跟人说过，结婚连丈夫都不知道，这被他指出来。啊，所以我问他：“你这个能力从哪来的？”哎，他天生的，他从小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报的。啊，五种神通，除了漏尽之外，五种神通，鬼是报得的，到鬼道就有，它不大，天道有，天人有，也是报得，但天人神通比鬼道要大多了。啊，你比如看到未来，鬼道的大概看3个月以内的没问题，他会说得很准确。超过3个月之外，他乱说了，他不说，他就不准了。但天道不一样。啊，天道能够看到未来。啊，2年、3年、4年以后会比什么标，他能看到。啊，那阿罗汉菩萨他们的能力就大太多了。啊，那么这些能力是本能，不是稀奇啊。他有，我们没有，错了，我们有。我们只是被妄想、分别、执着把它障碍住了。啊，所以这种能力决定是有。那多大呢？我们跟诸佛如来一样大。决定是有，那只要我们把障碍除掉，这个能力就恢复了，所以它不从外得了，啊！但是也有的人完全修，那修是外得，
用修炼。其实修炼也不是别的，修炼也不过就是把烦恼习气把它扶住，让自己心慢慢恢复到清净，这个能力就出现了。所以还是不从外得了。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报的。不但报的，还得到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让你的智慧德能向好，变成跟佛相似的境界，这太难得了。这个是其他诸佛刹土里没有这么幸运的。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感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种能力，加持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他的根，过去生中无量劫修行的功德，这是因。他的缘是在受五戒之前，他现身为国王，遇到自在王佛，有释迦王遇到自在王佛，听经觉悟了，舍弃王位出家了。佛给他的法名叫法藏，就比丘身份，法藏比丘。在这一世里面呢，他发48愿。而且又用15劫时间修行，5劫这么长的时间，把48愿愿愿都修到圆满。极乐世界怎么形成呢？就是本愿功德的成就，这48愿功德的成就。所以极乐世界不需要人设计，不需要人画图，不需要施工，自然变现出来。这可能吗？可能。我们这个世间人修善修福，大善人常常想到利众，利益众生，没有想到利益自己。是真心在修善，升到天上，你看看，化乐天，他化自在天，一切受用自然的，是功德成就啊，自然的。那个造业的人也一样啊，一心一意在造业，一心一意在害人，没有回头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别人，那个功德成就什么？地狱自然形成。那地狱不是人造的我们听到章太炎先生所说的，那不是假话，他不会骗人，他是个虔诚佛教徒曾经在世的时候，中国做过东岳大帝判官判官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是离职了，他就代理代理1个月因为他学佛心地慈悲听说地狱里头有炮烙的刑法就是个铜柱把它烧红了，这个受刑的人就抱这个柱子这是淫欲的果报
章太炎先生觉得这个很不人道，太残酷了，建议东岳大帝把这个刑法废除。东岳大帝就派两个小鬼带他，你到现场先去看看。先叫他看现场，小鬼把他带到现场，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他恍然大悟，业力变现的，所以业力成熟啊，跟那就善恶不一样啊，善的时候所叫做功德成就啊，他那个恶业业力成就一样现前进。这个不是要人制造的。极乐世界这么样成就，我们能理解了，也不怀疑了。所以信心太重要。这就是什么？自信里头本有。决定是有。这一句话呢是非常重要。我们再看底下，富大士姓王明，他留下这篇文章，这里头有这么几句话：水中言味咸味，色离交亲，决定是有啊，不见其形。兴亡一耳啊，这兴亡就八十啊。阿赖耶，摩那意识。前五识呢，眼识、耳识、鼻舌身识，这个都无形的。身内俱停，他在哪里？他住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看不到他。佛不给我们讲，我们怎么会知道？睁开眼睛，我会看，这自然会看嘛。佛告诉我，这里头有眼识，如果没有眼识，睁开眼睛不会看。佛举了个例子，人刚刚死，他的身体还没有坏，他为什么眼睛不能看？为什么耳朵不能听？神识离开了。所以我们叫它做实体。它并没有坏。可是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不是人一断气就走了，有断气就走了的，只有几种人。第一种升天的，一断气就走了，没有中阴。第二种呢，堕地狱的。堕无间地狱，没有中阴，这一断气就下去了。念佛往生的，一断气佛来接引，他走了。真走了。除这些之外，都有中阴。虽然断气了，神识没走啊。就是八识兴亡没走啊，要到什么时候走呢？一般讲是八个小时，所以八个小时不要动它，八个小时助念非常有效，因为它没走。它耳朵不能听，它神识能听。
我们今天通过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的报告，我们对这桩事情就深刻的了解。只要他物质身体在，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有受想行识，他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当然知道。所以助念有很好的效果啊！助念用真诚心，不要去碰着他的身体，这印光大师教导的。我觉得这是对的，要尊重他，不要碰他。帮助他就是一句佛号。真诚心念念这句佛号，送他往生。提醒他，希望他跟着我们一起念。见到佛，我们见不到，他见到。佛来接引，你就跟他去；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就不要去。给他说话就这两句话。你看到阿弥陀佛接引，你就跟他去。是心王一耳，身内俱听呐，二门出入，这个门就是六根。眼识从眼出入，耳识从耳出入，面门出入啊，应物随情。眼能见，耳能听。自在无碍，所作皆成。心王跟身体合一了，融合成一体了。它在哪里？每一个细胞里都有。其中决定是有四字。道破诸佛密藏啊，盖为人之兴亡决定事由，就像水中的盐味，其味确有，但这个味的形状你看不到，你也听不到，你也摸不到，用这个来比喻。八识还有八识起作用的51个心所。你看八识51心所都有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真自证分。都有四分。这决定是有啊。但是我们都看不见的，我们连他的相分都看不见。相分谁看见呢？大乘经上只说八地菩萨。我们相信，如果他没有看见，他怎么能说得出，说得那么详细？这四分他都看见。决定是有那换一句话说，我们功夫不够，我们障碍没有除得干净，粗的障碍没有了，细的障碍还在，细障碍除了，还有极其微细的障碍没除掉。阿罗汉不错了，粗的障碍除掉了，所以对六道里面情形他一清二楚，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往上去十法界他就不知道了，菩萨能知道十法界，
一真法界不知道。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化身菩萨境界，他知道了。啊，那个神通作用就大了。啊，他可以能够达到变法界、虚空界。啊，明心见性的人。啊，信息全能收到，能感受到。啊，那像十住菩萨，他所感受到的，就比不上十贤位的菩萨。十贤位菩萨比他清楚，他感受到的模糊。啊，确实感受到了，也知道，但是印象模糊。啊，十贤菩萨清楚。十回向菩萨就更清楚，啊，到十地菩萨了，那就完全明了了，啊，清清楚楚，一点都不迷惑了。十地到第八地，把根看到了，啊，就是本体看到了。啊，他们都能够看到本体，就是模模糊糊的，不清楚。到八地才完全清楚。啊，八地剩下无明习气很薄了。你看上面九地、十地等觉，啊，他的无明习气断尽。到妙觉位，十八图就没有了。所以十八图怎么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显出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十八图就没有了。啊，那么阿弥陀佛，无界修行的功德也是无形的。谁能真正了解，我们相信也是八地以上啊。那照佛经来讲呢，八地以上还不行。为什么呢？佛说了这么一句话，唯佛与佛方能究竟。那换句话，等觉菩萨还是模糊。啊，对于妙觉如来的境界，还是模糊，啊！真正搞清楚，一点模糊都没有的话，妙觉如来位呀！啊，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常寂光去了。啊，一证到妙觉，就回到常寂光。啊，所以念了这几句话，很好。啊，我们把它再念一遍。其中决定是有四字：道破诸佛迷障，盖为人之兴亡决定是有。啊，兴亡兴所，如水中之言为其位虽有啊，但此位之形状则不可得。又曹山，这是曹洞宗的祖师。曰：只要知有，便是。无论当烦恼无明之时，故此有字万不可放过。啊，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有，你就有信心。性为道源功德母。如果你这个对没这个信心有怀疑，你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啊，你研究的经论再多，你成为一个佛教的学者，
啊，与你了生死出三界毫无关系，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你要肯定决定是有，在这个地方升起信心，这个信心是相信自己，这个有是自己有啊，我自信当中有啊，啊，你就能成佛成菩萨，在世间法里头你能成圣成贤啊，决定是有啊。在世间法里面肯定伦理道德因果决定是有啊，你在世间里头成圣成贤陈君子，你要把这个不相信打个问号在里头，那个麻烦就大了啊！今天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在哪里？原因确确实实没有肯定的，确定是有，所以这个是自信心。欧耶大师讲的六种信，这是头一个，信自己，信自己决定是有，决定有佛性，决定有如来智慧，有如来德相啊，只是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把它障碍住，虽障碍他，他决定是有，他并没有失掉，这个太重要了。自然只有根本啊，自然是一切现象，根本都是以性生起的，以自信就是一根本啊，自然只有根本，没有根本，自然现象不会产生啊。今天科学家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或者呢他们的术语，这都是他们术语，这三种现象也是他们术语，物质、信息、能量啊，能量是自然现象，信息是心理现象，是精神现象啊，物质现象，他们知道应该有本体，但是本体没找到啊，本体能不能找到呢？根据大乘佛法说，本体永远找不到，因为科学跟哲学都需要有现象啊，他才能找到，本体没有现象，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怎样才把它找到呢？放下就找到了啊，科学家跟哲学家没有放下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所需啊，然后用科学的这个方法把它证实啊，科学的这些仪器啊，科学仪器证实一定要有现象，没有现象它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大乘经典里面佛说为真方知啊，一定要放下起心动念，你才能见性。啊，放下一切执着，你只能够见到，就是空间维持突破了，是六道里头的。啊，六道里面空间维持没有了。啊，一般的菩萨，他们的能力能够见到的，是一尊佛的教化区，三千大千世界。啊，不能超越十法界。啊，佛的教区确实有净土，有秽土。六道是秽土，四圣是净土。啊，六道里面凡圣同居。啊，四圣法界叫方便有余土。啊，这是净宗的术语。所以自然只有根本。这一句话的有两个意思，自寒而已。一者，万象生罗，体性无二。这个万象生罗，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万象生罗指什么呢？指十法界一真庄严。全都包括在里面的，体性无二是一了，是自己清净心、自己本性变现出来的。下面是个比喻：千波接水，你看大海，啊，波涛无量无边，通通是水，除水之外没波啊。啊，重气为金，这是祖师常常比喻的，以金作气，气气皆金。啊，用黄金做出器皿。啊，几万种，没有一个样子相同。啊，全是金做，气气皆金。这自然之中啊，自有本体。此之本体即是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本性。啊，就是自己的真心。只要放下起心动念，你就见到了。啊，在佛法讲，你就证得了。宗门的大德，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德，大开圆解。念佛的大德，理一心不乱。啊，这些名字不一样，同一个境界，都证得了。啊，所以教下真见性的，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必学，全知道。这叫大开圆界。啊，慧能大师是个例子，很好的例子。不认识字，根本没学过，事出世间一切法
你跟他讲，他们有一样不同的。啊，你给他讲科学，他懂科学；你给他讲哲学，他懂哲学。啊，你只要一提，他全懂。啊，好像他有电脑，啊，他立刻就把资料找出来，他全晓得，不必用文字啊。啊，所以是自然智、无私智，全都现前了。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呢，是二者呢，不由造作，一念顿悟啊，故云自然。悟确实是一念，教下大开圆解也是一念顿悟，净土法门的理业心不乱也是一念顿悟。前面这一句我觉得很重要，怎样才一念顿悟？不由造作，才有机会一念顿悟。你天天想着，哎，我怎样开悟？你决定悟不了，为什么呢？你在造作。啊，这就是起心动念呢。只要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你呀，它不是我啊。真正到不起心不动念，豁然大悟。不起心不动念，是深的定啊，不是浅的定啊。你看看。不执着了，与事出世间法一切法都不执着了，连执着这个念头都没有了。这是什么？阿罗汉的定。啊，还有，哎，我不执着了，他还执着不执着，那还不行。啊，阿罗汉是九次地定，世间的这世间禅定是八层八个阶层，四禅八定，啊，阿罗汉是第九定，出了轮回了，啊，那辟支佛是第十定，啊，菩萨是第十一定，佛是第十二定，都没见性。啊，在设法界之内，啊，这些修学的次第，我们都很清楚啊。次第是你功夫浅深说的，啊，所以。研究经教是不是修定呢？是的。啊，因为你心专在经教里面，你的念头就没有妄想了，你那个想的范围就缩小了，收在经教里头，啊，不胡思乱想，这就是定。啊，心地慢慢就清净了。佛所在经教教导我们的，我们明白了，我们相信不怀疑了。啊，从这里建立了信心。啊，看到佛菩萨的悲愿，我们的愿力升起来了，自自然然升起来。啊，也不是有意造作，自然。
啊，凡是造作的，哎呀，佛你怎么做，我就跟你怎么做，那是初学。初学是这样的，切入之后啊，就自自然然。啊，从造作里头到不造作，到没有造作的这个念头。啊，没有造作念头，也没有造作的行为，一切都是自然的。这个时候，一念顿顿悟的这个缘就越来越接近了。啊，不定什么一个时候，突然就开悟了，自然了。开悟是自然，换一句话说，不是勉强。不是你想得到的，那不想就开悟了，想就不能开悟。啊，开悟之后什么样子呢？了知万法尽在自心，这你真的了，顿见真如自心。自信自信即是根本啊，这成佛了。这什么境界？华严经原教初注，这个境界平等境界啊，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么多年慢慢的体会到了啊。以前我们疑惑，明心见性啊，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什么阶级？不都是平等的吗？为什么十报图还有41个阶级？啊，那么看到净土里的为什么还有3倍9品？3倍9品是阶级，平等境界怎么会有这些人？啊，如修3倍9品，极乐世界不平等的，不平等。啊，所以我们才晓得，这是无始无明习气。无始无明习气，对于你自己，智慧、神通、道理。没妨碍，无始无明有妨碍，习气不妨碍。啊，但是习气在，没断了。啊，不妨碍你与设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这不妨碍。啊，所以初住菩萨。他就有能力以八相成道的身份现佛身度众生，是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能现佛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都能现身，他不妨碍。啊，妨碍什么呢？妨碍你见不到常寂光，知道有常寂光念头。为什么见性了嘛？常寂光就是真如自性嘛，当中一点妨碍都没有，就他还妨碍这个，这个完全习气完全断尽了，十八层就不见了。摄报头就变成常寂光了。啊，就如同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就变成四圣法界。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无明烦恼断了，四圣法界就变成十八土。
啊，正像我们做梦一样，哎，醒过来了，梦中境界没有了。阿罗汉是第一次醒过来，我们真是梦中之梦啊，好几重啊。哎呀，梦醒过来这个境界了，到第二次又是个梦，再醒过来是一真法界，最后真正醒过来的是常寂光，这不再有变化了，永恒不变了。这是佛在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八图有相啊，常寂光没有相。三种现象都没有，它能现象，它怎么现象？应身的时候就现象，就是众生有感它就现象，众生没有感它不现象。凡是有现象的，科学跟哲学都有办法，确确实实能够发现他们。为什么妄能发现妄？妄永远不能发现真。自信是真的，常寂光是真的，真他没办法。真一定要把起心动念放下就见到了。所以科学家如果真正想探讨宇宙万有的本体，佛这个方法好啊，你别去想它，把起心动念放下，你就证得。证得在佛经上讲就成佛了。成佛不是别的，对宇宙真相彻底明了。这叫成佛。成佛人人都有份，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成佛一点都不稀奇，是个正常现象，是自然当中的自然相。起心动念不自然了，分别执着就更不自然了。违背自然才有灾难，随顺自然哪来的灾难呢？一切随顺自然，在这个地方讲，最高的随顺自然就成佛了，就回常寂光了。所以随顺自然，你随顺多少？我们在人间随顺那么一点点，就天下太平。那随顺哪一点呢？随顺伦理，随顺道德，随顺因果，就国泰民安了，世界大同啊！人与人之间自然相亲相爱呀！自然会关怀照顾啊，互助合作。就随顺那么一点点，完全是自私自利，只有自己没有别人，一丝毫不随顺，就变成现在社会混乱，地球灾变，不就这么事情吗？你要把它看穿了，这一切自然中自然相。所以见心，见心是什么境界？这几句形容得非常好。了知万法尽在自心，顿见真如自心，自心即是根本。这三句就是见心的样子。那么这个经里头说，自然只有根本。就说这么一桩事情。
净明净月，即时豁然，这个即时就是一念顿悟啊，豁然通达明了了，还得本心了，真的是不从外得了啊，豁然就是一旦开达明彻啊，就是前面讲的一念顿悟，还得本心呢，即是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这个根本哲学家讲的本体啊，大自然的本体啊，又菩萨戒经云：“我本源自性清净，若识自性见性，皆成佛道。”这说多好啊！这些话，学佛同学都要把它记住。有遇到人家问你：“你们学佛，佛是什么？”你就能回答他。啊，你学的是什么？啊，我学的是我本源自性清净。可是我现在迷了，不认识他了。我能够再看到他，看到自性，自性见性，这不就成佛了？啊，宗门就是八个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足证操禅，只要知有便是。这是真的，可不是假的。万法皆空，就是这一桩事情不空。正是佛佛相传之心印啊！湛于老人曰：“曹山自比六祖，直视得此把柄啊！”啊，把柄是，我们这个放大镜，这是把柄，你把柄抓到了。把柄抓到就你得受用了，你得圆满的受用了啊，六祖跟我们没有差别啊，不单是六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们也没差别啊，只要你知道有你就有指望了啊，向后的功夫呢，把这个有证实，有是什么？有自信呢，有真心呢，真心能生万法了，万法跟我一体啊，你对人对事对物那个分别执着一扫而光啊！迷的时候有分别有执着，悟的时候知道是一，是一体。啊，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那么，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家人。啊，所以佛法，它终极的目的，第一个叫你见性。第二个叫你法界和睦，自然和睦啊，一丝毫都不要加以勉强啊，不需要定个什么规矩，
这就自然的了。弥勒时候才要规矩啊，无聊的时候都不要了。我们自己知道这个身体是一体。眼耳鼻舌身要不要定规矩啊？不需要。为什么一体？正因为迷失一体，才定下这些规矩。觉悟了就不要了，觉悟了它自然就有规矩，一点都不乱。而且自然中自然相就在眼前，你看万物生老病死，这是自然中自然相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相是从念头生，你念头里头有这个东西，现象上它就现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念头，就不会现这个现象。为什么？诸佛如来十报图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有起心动念，所以他那些现象没有变化。极乐世界无量寿，我们不用极乐世界的名词，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无量寿，那个里面居住的人永远不老，永远不生病，永远没有烦恼，就是说他没有分别执着。不但没有分别执着，他起心动念都没有，因为有起心动念是十法界的福。天台大师称他为相似即佛，他不是真的佛，相似。为什么？没有能放下阿赖耶。阿赖耶什么？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不起心不动念，阿赖耶没有了。所以十报图是阿赖耶习气。残余的习气所现的，他确实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他那里是万物永恒不变。人叫金刚不坏身，他不没有变化嘛。树木花草，花草长青，他不会衰，他不会老化。这什么呢？一切法从心想生，生是产生变化，它没有心想，所以它永远没有变化，就这么个道理。理搞清楚了，我们相信会有这种现象产生，我们不怀疑了。所以在这个世间，有人衰老得很快，有人衰老得很慢，什么原因呢？古人有一句话说，忧能使人老，
忧虑就是烦恼啊。有忧虑的人，有牵挂的人，有心思的人，有欲望的人，这人老化很快。你要把这个朋友啊，统统丢掉了，寿命长，不用没看到你衰老。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想到老。你起心动念里头没有这个老子。他就不老。再一个呢，你没有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那是老的催化剂。你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不会有衰老的现象。所以健康从哪来的？健康是健康的根本，是意念。现在人就讲的心理健康。你有疾病，你这个病能够恢复得快，恢复得慢，与你念头有关系。实实在在讲，医药对你健康的帮助顶多三分不得了了，另外七分呢是你的意念。你要常常想到，哎呀，这病不行啊，不会好了，你肯定不会好。如果你把这个病看作若无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你很快自然就好了，不用医药也好了。刘素云居士的红斑狼疮就这么好的。他告诉我，不过是一两个月，全好了，再到医院检查，真的没有。连医院大夫都感到压抑，你怎么好的？这不可能好的，你怎么好的？念头治好的，现在科学家肯定，念头能改变物质，物质里头有病毒，你的念头清净，就可以把细胞里头的一些病毒消除，恢复正常。这就是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天天念，没人相信啊，生病还是得找医生。因为医生可靠啊，佛这个话不可靠啊。佛这个话你要是真相信，决定是有啊，佛的话决定是真的。你能够相信，你就保平安，什么事都没有了。端正心念，用什么方法？老实念佛就是上上乘的端正心念，你的心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阿弥陀佛无量寿，阿弥陀佛不生病，阿弥陀佛无烦恼，阿弥陀佛无灾难。你要不要？先要问你，你信不信？
啊，那像这个经常先问你，你有没有？你如果能肯定，决定是有，你就真相信了。真相信，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呐、啊！啊，参者若也，光光相如；回者呢，回转，周流不息，变化不居啊！啊，那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还原观上讲的出生无尽，啊，万花筒你一转动，现无量无边无尽的画面，你看不完。摄相之体，摄相就是自性，就是前面讲的根本，讲的本体，非即非照，二福常即常照。佛为什么用这种句子？又常即常照，又说非即非照，叫你别执着。叫你细细体会它的真相。即是清净，照是明了，清净跟明了是同时。啊，像我们眼睛张开看外面的境界。眼睛就现出常即常照，同时也显示出呢非即非照。非即非照自然的，没有造作，啊，那我们今天的见照都没有了。为什么呢？照见外面的色相，他就动心，他就起心动念。啊，要知道，这一起心动念就迷了，就不叫他做见性了，叫他做眼识。啊，为什么？他有分别，他有执着。他会把外面境界产生变化。如果只有吉兆，外面境界不变化。啊，为什么？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所以外面境界相他不变。啊，我们一看马上就分别，就执着。一听马上分别，马上执着，跟着来的 啊分别是什么？第六意识。执着呢是第七摩那识，跟眼识同时起作用。啊，第六识、第七识跟阿赖耶。啊，我讲六七识，有没有接触到阿赖这个外面的事实真相？没有。接触外面事实真相是眼，是耳，啊，
眼耳鼻舌身接触外面的，意识第六意识不接触外头。啊，外面这些信息传给他，他才知道。啊，就好像电视一样，眼耳鼻舌身是在现场。现场是什么？现场是阿赖耶的相分。啊，第六意识所看到的是画面，啊，是眼识传给他的画面，啊，眼识相是因机呀，看到这个画面，信息传到是，他也有一个画面，有接受的画面。啊，第六是相分嘛。第六是相从哪来？第六是相是从前五识的相给他，他就有画面了。哎，他的画面又传给他的画面是分别，立刻就传给莫那，莫那就执着，阿赖耶就落印象。夜系种子就落在阿赖耶，阿赖耶是资料库啊，这资料收进去，所以你有记忆。嗯，提到昨天的马上想起来，啊，什么从库资料调出来了，你就清楚了。啊，所以要晓得，六七十看不到外面。啊，他要离开前五十，他不起作用。啊，这个是佛教的心理学，比学校的心理学讲的高明啊！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学这个大学心理学，我一看这个本子，再一翻佛经以后再不看了，这个高明啊！啊，讲得清楚，讲得细致啊！啊，八十起作用，五十一个线索，每一个线索都有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通通有四分呐！啊，他们的速度比电脑快多了，啊，都是互相联系的。转变最深啊，周流不息，变化不居，变化无穷啊！啊，所以在还原观上，三种周边的一句话：出生无尽，就是变化不居。变化无穷啊，所以色相之体啊，非即非照，常即常照，即而常照，故从法身流出爆发佛身。法身是什么？实在讲，就是常寂光。法身没有相啊！啊，佛经上名字叫毗卢遮那，梵语。毗卢遮那是什么意思？遍一切处，啊，也就是遍一切时，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没有现象你看不到它，但是所有一切现象是从它变起来的，它是本体，它是根本，它就是自性。
所以从他变现出报身、化身。报身是自受用身，化身是他受用身。啊，他受用身是报身教化众生呐、啊，啊，教化众生用要用应化身，啊，与设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行。啊，我们历代从释迦牟尼佛起，佛、菩萨、罗汉、祖师大德，通通是应化身。啊，报身住哪里呢？报身住十宝土，住宝土，永恒不变。啊，只要跟众生有缘，报身就会现前；缘没有了，报身就没有。那我们想想，这缘会没有吗？不可能。设法界一真庄严啊，虽然它在那变化，尘住坏空啊，像人在六道，生老病死，死了以后又去轮回。又是生老病死，永远搞这个，搞不完的。啊，死了，死了又去投胎，又生了，又搞生老病死。搞了多久了？搞了无量劫了，还在搞啊！所以佛经上讲，生死疲劳啊，还不觉悟吗？不能再干了。啊，搞生死疲劳，因为迷惑颠倒，给一切众生结了多少缘？那就冤冤相报。啊，造成了什么？佛所说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就搞些这个东西啊。啊，真把这个事情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啊，这一生当中遇到很多人伤害给你，你一笑了之。为什么呢？哎，这个人对我很好，哎，报恩；这个人对我不好了，报怨的。啊，这个人来骗我，来还债的。那个人供养我的是吧？他还我。啊，他欺骗我，我还他。不就是这回事情，一笑了之，心里就很踏实，不落痕迹啊。啊，这好啊，我这一生呢，这消业障啊。啊，借法缘呢、啊，啊，不再借世间的情缘，借法缘。啊，接法缘，你成佛之后，哎，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的信息发出来，你就会收到。啊，你就会帮助他。啊，现应化身。啊，现什么身？是他的念头，因为你已经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已经没有分别执着，他的分别执着。随他的分别执着现身说法，不是随自己啊，自己就是现身说法，也是没有起心，没动念，没有分别，没执着啊，这跟我们凡夫不一样啊。那现身好像跟我们也其实完全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世间，
住世八十年，没起心动念。不但没有起心动念，他连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没有了。为什么？他是妙觉如来，他不是等觉菩萨，他早就成佛了。他怎么会有习气呢？没有习气。我们不学大乘，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学大乘了解了，明白了。这么多年的学习，逐渐逐渐也有一点觉悟，对这个事情，佛所讲的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以前有怀疑。现在越来越不怀疑了，信心十足了，这得受用。得什么受用呢？前面讲的静定安乐。这就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与贵贱贫富毫不相干，这是真乐啊，这是真的享受啊。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学佛，你用这一句答复也妙绝了，我为静定安乐而学佛，我能得到这个，这世间人得不到的。所以这个世间佛法称它做红尘呐、红尘里头没有静定安乐啊，红尘里的乐是刺激啊。我常常用吸毒打吗啡做比喻，它是那个乐，乐之后它有苦啊，它有后遗症啊，静定安乐没有，所以它是真乐，世间是假乐，佛也说得很清楚，什么乐？苦稍微停了一下，你就觉得很乐了，其实哪有乐？三餐饭吃得很饱，乐。如果一餐饭不吃，你就苦了，就饿得苦了。饿你三天就更苦了，苦上加苦，苦不会变成乐，不会说饿你半个月你快乐起来了，没这个事情啊。所以乐会变成苦，乐是假的。你乐吃东西好吃，吃得很快乐啊。如果限制你，你现在给我吃20碗，你就要命了，这不行啊！跳舞很快乐，我叫你跳上7天7夜，你就喊救命了。乐，所以乐会变成苦，这假的，苦不会变成乐。所以佛讲，这个世间苦是真的，乐是假的。但是静定安乐，那个乐是真的，那不是假的，那不会变。所以要找真乐，别找假乐。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